那我们来学习一下转移用户文件来优化系统。大家知道呢，我们用户的文件一般情况下是存放在这里，打开之后我们会发现这里边分为别类的放着不同的文件夹。比如说我的文档，我想把它的位置改变，我们可以单击组织里边的属性，然后单击位置，这个时候呢它默认的位置是 C 盘用户，然后后边呢是用户名，因为我现在用的是管理员 Administrator， 所以有这么一个用户，后边跟的是文档 Documents。 那事实上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把它从 C 盘上移动到另外一个盘上，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改到另外一个位置上。那改哪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可以单击移动，在这里去选择计算机，选择这里边的其他盘。但是我这个虚拟机只有一个 C 盘，我们知道一下意思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把它移动到123当中，单击选择，这样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呢直接在这里边输入，比如说选择一个盘符，选择一个比如说 ABC 的文件夹，这样也是可以。但是当我们去查找目标的时候，它会是不存在的，这个无所谓。当我们单击确认，它会自动创建该文件夹，单击是，然后它会问我们是否把原来的这里边的位置里边的文件移动到然后我们创建的这个 ABC 中，然后我们单击是，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个移动的过程。好，这是呢我们所讲的来移动用户文件。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我的音乐下载桌面收藏夹，我的视频，我的图片等等，然后都把它设置到另外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是优化C盘。